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佩哥。这次呢，来点不一样的，因为我定制了很久的桌面收纳终于到了。借此机会呢，对桌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布置，把整个过程录了下来，算是一个迷你的 desk tour 了。那这里是我家的儿童房，因为装修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考虑到会如此的需要书房，因为没有儿童，所以现在这里都被我霸占着，是手账室，也是瑜伽房，更是我店里的仓库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赶紧动手吧。17.